讲不用讲了吧？杨美讲啦。杨美感觉很正呢，你这一件你一定要买整套哦，整套上衣跟那个。杨美讲，我给的建议会是，就是一般上班族的女生，或者是你觉得自己的臀型的比例不好的女生哦，其实用这样子宽版，对，看不出来。我们先看一下后面。漂亮啊，很翘的感觉，屁股不长了耶，是不是？看起来屁股很翘哎，对呀，屁股比例看起来是不是完全不同？对，为什么？第一就是这一条牛仔裤哦，因为它是宽的，我们先不管它的下摆的长度或者它的样式，它的裤脚是宽的。所以它有点像 A line裙的感觉，对不对？对对对，像一个宽裙子的感觉。Okay. 然后，所以它把它的臀，尤其是下臀缘、微笑线这个地方藏起来了。嗯。那亚美讲，其实如果被看到微笑线，就知道屁股在哪里。嗯。你看哦。哎呦哎呦哎呦！这样你就看到他的屁股在哪里了。对哦，有不舒服。你就看到他屁股的位置，你就觉得哎、欸、屁股掉下来了。可是当宽版的裤子，你会觉得好像他的腰，你有没有发觉他的腰的线条从裤脚宽咻收进去了？对，腰好瘦。对，然后他在这条宽裤子哦，因为宽版的裤子也不太可能会做太低腰，通常都是中腰左右的。那在中腰左右的，他把它在他的裤子的这个地方，你看口袋往中间集中，然后侧面我们看侧面，其实他是把中间的这个地方做打折的处理，然后配上我今天特别帮他挑的这一件，这一件你要买。因为这件上衣它是透过腰线收进来的剪裁，肩线放宽的处理，没错，对，肩线袖子这边放宽的处理。老师，你讲我们胸部很大的人很难穿衬衫，为什么呢？像比如说孝轩那种衬衫，我们一穿就会很壮，对，因为就是没有这个 cut， 对对对，对不对？好啦，如果这里都有，都这里都有剪裁，这里就会手放紧，很紧，会卡不下来，对，对不对？然后那个内衣啊，或者是那个胸罩的样子就会很明显。对，所以对于一般的上班族的女生，如果说你因为长时间坐着办公哦，导致你的屁屁比较肉的话，其实今年这种宽版 A line 的。像类似裤裙吧，对对对，像讲的牛仔，上面就要穿这样有剪裁、很 fit 的一点的。对，而且今年夏天可以穿吧，老师啊，夏天衬衫也可以，也可以，裤子也可以嘛，对不对？这一定要买了，然后一年上班族再来一个那个西装。对，搭对，安红。其实今年有很多的宽版的牛仔裤，你看像这种的，它整个你可以看到就是，对，它已经宽到就是觉得穿起来会像一个裙子的感觉。难怪老师你说像它就要穿这样子的，对，那个洋装。因为它如果整个都是宽的，它会整个人变很壮哦，因为它的胸部很丰满。嗯，如果说你是像嘉欣就是比较瘦瘦的，上身比较扁的人。扁上身比较扁，它就可以是宽裤子加宽松上衣，因为它的好哦，你都可以吃到饱哎，对，都看不出来。所以我们都说时尚的人是要小胸部，懂？没错，对，我们是小胸部。终于大声。胸屁啊！真的，就是时尚一定要小胸部，因为小胸部才可以穿出玉树临风的。真的吗？我一直以为那是你在安慰他们的话。没有，真的。你看，像很多时尚的品牌，他们这种宽裤子上面也搭那种宽松的上衣。如果像你们胸部大的女生就不可以，就变哇好壮哦，好像那打橄榄球队员穿的衣服出来了。然后再来，你看今年还有这种布料，哇，这是什么棉的？它是，对，它是棉，它只是把颜色处理的像丹宁，可是它其实有一点点像我们在穿的那种棉大衣，它把丹宁的丝线混到一般的粗棉当中，它是粗棉布，对，它是粗棉布，然后或者是。如果说你的小腹这个地方比较有问题的女生，或者是有些女生她的大腿这个地方，她如果穿牛仔裤前面是平的，就是男生剪裁的时候很容易碰一个骆驼趾的位置，凸啊，对，就是会凸，就是会凸一块，会有点泡泡，对，
有一个包啦，不是，它会有一个真的会。有些女生她穿一般男生牛仔裤的这种剪裁的时候，她是不能穿的。有些女生她的对她的骨头这个地方就比较凸，然后她包覆的脂肪也比较多。每一个人的体型不一样，老师你会一直去看哦，你都不会去注意耶。哦，然后就要穿这个。对，因为这个它在前面的地方会它有一个小打折。但是他把小腹的地方，你看，就像我们在说在穿百褶裙的时候，褶裙的时候，如果你的屁屁真的很肉的女生，上面不能折，对不对？对。但是他这个地方把它撑死了，下方摆度多一点点。因为有些女生即使是穿宽版的裤子，她这里都很奇怪，就是这么胖。哎，他多厚？对，他就是。他的身体的原本的骨骼的结构，你就必须要穿前面有打折的裤子，让这个地方的分量多一点点，你就不会觉得永远这里都卡住了。哦，这个地方会卡住。那今年有很多这种宽版的，或者是呢？这件很好看，这一套你要买。吊带裤，好可爱哦。对，吊带裤其实我觉得是结合了宽版跟boyfriend 的感觉，但是当然吊带裤它比较不是一般上班族能穿啦，可以在休闲的时候，其实在休闲的时候这样子的吊带裤其实也是今年冬天很流行的东西，就搭这种像红糖很喜欢的短版的 T 恤，穿个比基尼就好啦，冬天哎，外面弄个皮夹克啊，或者是吊带裤，那个你不知道两片贴好啊？你谁？其实吊带裤不搭羽绒服很好看，哎妈！对，吊带里面要穿呐，稍微的。你看，光牛仔裤，其实我们都说牛仔裤现在已经是这个时尚必备单品，是。臀型不够完美的女孩可以利用现在最流行的宽裤把屁屁线条整个藏起来，再搭上合身缩腰的衬衫，上班族就算穿这样去工作也完全无违和感哦。今天老师介绍的牛仔裤呢，上哪里买啊？上我们的网站，还有啊，你不太了解自己的身形也可以上我们的粉丝页查一下好不好？谢谢老师，谢谢大家。